本届 TCL 杯综艺大观观众喜爱的节目评选活动呢，一共有两个大奖，一个是最佳歌曲创作奖，另一个呢是最佳小品创作奖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。你好，小松。说起来呢，1999年度啊，你没有到综艺大观的现场为大家演唱，但是你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镜率最高的演员之一，因为在每次的片头当中，你都会向观众说啊，综艺大观是我们的老朋友。是的，综艺大观是我们的老朋友了。我也是通过综艺大观和其他的栏目，还有很多的晚会推出来的演员。我也希望呢，以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在综艺大观推出。好，欢迎你2000年来我们这儿演唱。好。好，那在开讲之前呢，让我们来看看这14首候选歌曲都是哪些。一号作品《快乐恰恰恰》。我们用心四下看，看到男女老少全都穿得越来越新鲜。二号作品《心如大海》。三号作品《快乐吧》。都说你好。四号作品《荔枝情》。采一捧荔枝下山坡，送给春君张雨下阿哥。五号作品《海之春》。是我